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我是依依。今天我们这边赶集啊，上午刚赶完集，下午准备回老家去搞一下卫生。现在在这边等一下田嫂，田嫂的话还在后面磨磨蹭蹭的，对，磨磨蹭蹭的。啊，都能说好。这个宽现在暂时不用了，放楼上去吧。嗯。放不下那么多东西。这边的，这住个房间的话，这里用那个铝合金，那个可以做个推拉窗，是吧？这个有这么高的深度，这上面给它吊下去，然后把这个钉住，干干净净的。小心点。那你弄吧，慢个点。哦，小心点。哦，上面没连的，丢。慢个脚。慢点，慢点。来，丢下去。拿出去，等下再倒。那谁了？你妹啊！他说没事，连个会的这个。啊，他说连个会。来，这里还有银子，你看。是挺贵的。这个银子，好黄。这不是，这个假的。我中了。这个不要了。嗯。嗯，这清干净了，舒服一点，就是太黑了，上面以前熏腊肉的。炒菜。炒菜，你们放在放这边，我用到的话就用这个炒。嗯。这一堆东西啊，全部都是从厨房里面翻出来的，这个就不要了。那一堆是柴火，前年啊，是前年的时候从那山上弄回来的，还没烧完。回去了吧？回去了，这搞好了就舒服多了。这个厨房都闪闪，厨房闪闪发光哎。看能坚持多久啊？虽然简陋了一点啊，嗯，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了啊。嗯，干净。干净，干净，对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，只要整齐干净一点，就看着舒服一点啊。相对来说，忙活了一下午，现在厕所也弄好了，厨房也弄好了啊。本来是准备明天搬回来的，结果我妈看了个日子啊、哦，之前看日子说是明天，今天结果今天她告诉我，她说明天不要搬，再过几天搬，所以我们就再等几天吧、嗯。再等几天，反正家里还要再整理整理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要整理整理。今天视频就这样了啊，回去了。